后再是分离。哦，一个人呢，一个老先生自己开。不过那有支流还是，只是一个水塘进去。不少人就我会想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你觉得这样？的确，所以我觉得会有鳄鱼。鳄鱼？不要怕鳄鱼嘞。是啊，鳄鱼其实不太钓。嗯。他们说，如果是钓鱼。对啊，这个叫绿色隧道。这他说好像是条河哎。没有，是人挖的啊。啊，不知道，应该是运河。那如果是运河，应该是嗯。还好有带相机，而且可以录影。这里是哪里？请裴昕说明一下。这只是个运河，我不知道。蒙多拉的运河嘛。对，蒙多拉的运河。哦，你在录影啊？嗯。不是，我就说，啊，就只还是只是运河。OK。难道的问题？不要的问题。哦。真是可以，现在看到的就是运河，感觉看起来像进入大海，好多船哦，想象中非常的深邃。对，那个船比较大，但那船好像还没哦，跟我们差不多大。嗯，好像没有我们大。嗯，没有，这好像嗯，这个比较大。哎，你看，好高兴。我要碰到吃的人。对。他说这是 Cypress 是什么？一种树，我不知道。啊。Cypress 是一种。来，可以再挥手了。喂。要不然你要。不是这样，我录的。那个才会有动态嘛，表示在对面那个，要不船就过去了，都没意思。真的很长哎。嗯。我操！你看那个斜下来，待会我们要这样钻进去。嗯。哦哇，好多那个。这里真的很原始哎，这里很原始哎。我的地方就好多，好多只鸟。我们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湖边旅行，就无聊，就很单调的那个坐船是吧？我想应该人家评价不错，应该不会错。我也没多那个。你不是说有一个很好，然后又有一个没有？不是哦，那个不是这个游轮。有人说很好，有人说非常烂，所以我不想。我觉得还不错哎。不是，我说不是这个，明天那个。哦，那个哈，明天那个。哦，这有支流。这是支流啊，这是水壁仔吗？哪，不是的。你看这还有支流啊，这还有支流进去。放在那里。那个他不是说是？这还有信箱哎。啊，不是，那养鸟的啦。那是养。哇，你已经超过5分钟了吧？